松山一带同国的参演总理边会土家村宽平参与分析案，引起咱们大家议论。一天起地都的上涨，让村民铺路。昨半日还是行政院申请，希望同一个开发案动下来。今日立法院三府委宽委员会针对宽博署宽平之土改革来做报告，对立委批评宽博署总理应言讲，一个有争议，唔代表宽博署有唔错，应该如何做法规来做嘅。参与总理滨海土家村一天起，包含三个年村民铺路，受到蒙古铺路意见的情形下，有条件通过观察审查。另外，批评包含用水问题，但系过后开发单位部的资料同宽平监督的要求磨合，没磨合土好关。如果都通过了，资料补不出来，或者是都通过了。这一些资料认为对环境的承载力是不够的，或是认为对于自然海岸保护计划的一般保护区里面的这个保护原则是冲突的，可是都通过了，我们能怎么样呢？对环保署进前先是要修改环评法，提出对消费影响评估技术规范草案。李伟刚包含原住民基本法、海岸管理法列到，都参与总理环评案了后，还就派来东海岸的环评案，会做总量管制。如果第二、第三、第四的案子再送进来，对于环境是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什么案子送进来，我们都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法来处理。我们依法。为了减少宽平审查时间，环保署按算调整顾问公司的角色，对本来系本开发单位签的变作退休行政单位。李伟刚包含宽平委员系咪就接受政府研究案列到做法而厘清利益回避的问题。客家新闻范广义、刘文辉台北报道。